吓我一跳。而且今天我的幕僚跟我说是要来三立电视台，结果我一进来，我看那么多议员，我以为要议会总质询，那吓我一跳。还好没有王世坚在现场，一红二绿四蓝呢、啊，哇，对不对？他为什么选黄色？因为黄珊珊是我支持的人。完全是感情跟理性都支持黄珊珊、啊、不像王世坚只有感情支持黄珊珊而已。都是你不知道的事，林正明抓了抓了。坏了，平常他们这个哇唇枪舌战啊，是每一个人不得了啊，针尖对麦芒，我就好讲哎嘞。但是今天怎么突然间看到一堆很紧张的？对啊，好像变得比较低调一点，好不习惯。是是是，兰坡老师讲过一句话：进了森林，我就是王。要懂得选择战场。对，所以今天刚好都不是他们的战场。一起来欢迎我们九位政治人物来到我们现场。这个不得了，哎呦，哇塞！今天我们起来超短，好好的介绍一下，应该也是一位民意代表，就是我们的高虹。大家都准备好。哦，市长啊，市长好。我有点吓我一跳，我想说说，这有时候跳过也是可以的。反问我也问不出个所以然。而且今天我的幕僚跟我说是要来三立电视台，结果我一进来，我看那么多议员，我以为要议会总质询，那吓我一跳。还好没有王世坚在现场，但是有好朋友庄瑞祥，我倒是放了心了。哦，放下了。我们故意安排在旁边。对啊，对啊，安全感。通常在录影的时候，像现在这样两点应该后面应该是记者会的现场，后面一排应该都是我台大的这个同事。哦。那同样一个老师教出来的，奇怪，怎么出来就是白痴命令？哎呀！我的意思是说，就看到吴宗宪才知道来到综艺大乐。对了，突然忘记了。我的意思说，错误的白痴命令是说，找那么多优秀的唇枪舌战的议员呐、立委了，来跟这个吴宗宪在这边弄啊，对不对？怎么可能呢？模仿天王郭子乾，擅长在节目中模仿扮演许多知名艺人、政治人物，引得观众哄堂大笑。请问，以下这张图片。郭子乾是在模仿谁 ？A. 王世坚 ，B. 赖清德 ，C. 柯文哲。好，请举牌，应该红不让的啦。这个应该太简单了。来，一二三，请亮答案，正确答案。来，请亮答案。哎，没错，赖清德。对啊，郭哥模仿过，你觉得最难模仿的是谁？哎，最难模仿的就是自己。太难模仿。郭子乾本身没有特色嘛，哎，没有特色的人最难模仿哦，像马前总统啦，还有蔡总统都很难模仿。结果啊，他只能模仿下巴啦哈。他说有特色的话，就把特色找出来，把它夸张，让人家知道你模仿谁，一眼就知道了。哦，啊，你有办法模仿女性吗？我曾经模仿洪秀柱耶。对，超像。秀柱姐，那个很像。这个你把照片拿出来真的像一模一样，对不对？但是那次我模仿洪秀柱，洪秀柱委员还打电话来抗议，制作人说，为什么你们那么多模仿女生的都叫女生来模仿，为什么唯独模仿我要叫一个男生来模仿？结果制作人跟他讲说，没办法，因为郭哥的脸型跟你很像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请问，下列哪一个声音不是台北市长柯文哲本人的声音？仔细听哦。A. 空气充满冰心，雪白明月照在大地。B. 最后我来。哇，这有点难度哦，有点难，有点难。一二三，请举牌。好，一二三，请亮答案。好 ，A、B、C 都有，哎，都有，哎 ，B 比较多。哎，庄瑞雄选 A。啊 ，B 是吹的，你为什么吹的是 A？ 就不像啊，哦 ，A 不像，不行啊，不行，可给的不行啊，哦，不行。那你们选 B。他唱《金星莫扎尖》哎 ，B 看起来是有唱功的哦，哎呦哦，王杰跟马健都是，因为他有点太夸张在模仿哦，刚刚跟那个柯市长有讲，对，太严重了。先看 A 的答案好了
一二三。哦，圣田来之一的哦，跨年跨年跨年的叮当，叮当啊 ，OK， 正确答案是 B， 选的真好，因为他唱歌本来就没有节奏嘛，所以说中间那个 B 啊，唱的太有节奏，而且带旋律性，而且他的声音哦，他比较像哦，像当初的柯文哲，最近几年下来，柯文哲的尾音都会散掉，他讲的太细，太专业。哇靠！练歌啦，哎，对，我们有一次，因为他隔离的时候，我们就跟他直播嘛，然后就直播到最后的时候，他就自己突然说：“那我来唱一首歌给大家听。”然后就自己播卡拉带啊，真的，他自己播出他的囚鸟的卡拉带，而且我们还想说这是陈佩琪一直在旁边帮他播的吗？不是，他自己准备的，他应该可以拿了卡拉轰天雷，对啊，送一组给市长。哇，有现在很多这个的政治界的朋友，哎，买了好多卡拉轰天雷，去到哪里直接亮出来就开始唱，对，拜片。请看下图。使用宪哥常提及的苏联间谍式记忆法，苏联间谍式记忆法曾提到可以使用不同颜色的骰子来训练记忆力。请问，刚刚出现图中点数三是什么颜色？什么颜色？哪里？那是什么颜色？蛮简单的吧？苏联间谍记忆法，这样你叫像拍照一样全部记起来。像我的答案的清清楚楚，你刚好拍起来了，有拍起来，拍起来了，好，借我看一下，是什么颜色？好，借我看一下，亮出答案。黄黄黄红，有红黄，还有绿，黄也有绿。正确答案就是红黄色。哎，没有拍好，没有拍好，我们有时候会没有按，他有时候没有拍好，没有没有拍好。你才要这样子，有没有看着？你看着这个图像。为什么写那么久？我把所有的都写出来，一红二绿四蓝呢？哇，对不对？啊，为什么选黄色？因为黄珊珊是我支持的人。哇，市长很厉害哇！哎，你们题目也出得很好，对不对？我完全是感情跟理性都支持黄珊珊呢，不像王世坚只有感情支持黄珊珊而已。哦，苏联间谍记忆法，他那个当时在二战的时候，他训练了一批KGB 的那个苏联间谍，然后他比如这一个机场的图像，他只要站到那边，然后他都用他的视网膜去整个感受，他用眼睛就可以拍下这张照片。那去我拍不下来啊，你拍不下来，你试试看，要我慧根呐，他们比较聪明，他们比较聪明，视网膜去拍啊，对，眼睛又看着。这样就拍下来，眼睛也就视网膜，也没有别的膜啦。对对啊，眼角膜跟脂肪。哦，对。